来呗，怕你啊我呀。今天晚上我告诉你，谁也别走，谁也别睡。腿又长又细，能跟台北一零一比，穿着高跟鞋，屁股晃来晃去，袜子在我鞋撑里感到杀气，他把头发往后甩，发现我在聚集，一点都不怕，露出诡异表情，他就对我眨眼，意思要我跟他去，拉着我的手带我到的房间里，我的汗毛都这里，因为他用言语说了几句，你整个完蛋了，就看着办吧，我要你跪下来大喊我爸爸，谁是你爸爸，就看着办吧，我要你跪下来大喊我爸爸。灯光照着我的脸，他的人我看不见，两只手被手铐卡住在我背面，我开口说了一句话，你到底想干嘛，一只手就突然出现把我打了一巴掌，吓一跳说你干嘛，第二次被打巴掌我说好痛，第三次被打只能说说，听到皮鞭向我说你最近很不乖，的下个让你受不了，因为我的双胞胎妹妹要来，你整个完蛋了，就看着办吧，我要你跪下来大声喊我爸爸，谁是你爸爸，就看着办吧，我要你跪下来大喊我爸爸。谁？就是我是你的谁？最近很不乖，需要被我修理才会知道你坏。我是你的谁？就是我是你的谁？最近很不乖，需要被我修理才会知道你坏。你整个完蛋了，就看着办吧。我要你跪下来，大声喊我爸爸。谁是你爸爸？就看着办吧。我要你跪下来，大声喊我爸爸。你整个完蛋了，就看着办吧。我要你跪下来，大声喊我爸爸。谁是你爸爸？就看着办吧。我要你跪下来。